是个聪明人，我是聪明，我是聪明人，我是聪明人。这是啥别神玩意儿啊？这又是啥别神玩意儿啊？这又是啥别神玩意儿啊？这又是啥别神玩意儿啊？我正儿八经，我正儿八经，正儿八经的，正儿八经，正儿八经。现在这个一口地方腔，你在我们军界你不好混的。那咋了？你必须要学会说这个官话。官话啊？你这什么话？老子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官话噻。我跟你说，你跟着我好生学。学。这个豆浆已经算完了账。这位戴牙套的小同志，你怎么不给我吸管呢？豆浆它是热饮，容易烫伤，都是不配吸管的。我一个人你们就省一根吸管，十个人你们就省十根吸管，一百个人你们就省一百根吸管。全国那么多家连锁超市，你们要省多少根吸管啊？行了，我感觉我的话已经触及到你的灵魂。没看到，别摸我。Miss Ye, please, 看你 like 不？我真的是 very like 像你这样的，既有气质又有品味的 beautiful girl， 沟通起来完全没有障碍呀。不好意思，我经常出轨，所以这个英文有点甩不脱了。来 ，Nice to meet you。幸亏。一定要把这个卵子和精子喂湿的日子记清楚。